信不信我一节课解决你唱歌所有坏习惯？那朵玫瑰没有荆棘。你是不是也像我一样，唱歌的时候呢，没感情，没音准，没节奏，唱高音唱不上去，喉咙会痛，要情感没情感，唱歌总是干巴巴的，不受人待见，在公司的年会上没有拿得出手的才艺，在重大的社交场合呢，也是最默默无闻的那一个，班级活动晚会也没有能够展示的东西。想不想给自己一次机会来改变自己呢？接下来呢，我会免费为大家举办一堂试听课，你想要知道的唱歌问题都能够在这堂课上面来给你一一解答，只需要大家在评论区留下学唱歌加上你的年龄，我就会一一邀请你们来到我的课堂之上哦，赶紧行动起来吧。